且没空管他，他妈也不管他，那就跟他打会儿脸色脸相好。你那谁给一个你那个胖老人啊，死死了那天也是。那电话上你儿子上吗？那刚有两月没有。四十四了，四十四了，是不是？还倒霉吗？没必要，想跟你哥算上，就这一个都气死了。你说还那个在那天，打那时候打那个小的大的，他才没有精力管他。四十了，打那个都六十了。山城是去山城的，到南。我是山城的，山城离那多少远？高峰离那多远？这是高峰，没车。嗯，高峰那开车得四十分钟。现在半年也会了，走了。哎，去，哎呀，考上了，那就考上了。哎呀，考不上。啊，那干几天了？那干很多天了。嗯，培养熟练的又不干了。对吧？那你要是推，做一不良品都是成本呐。每条线的成本都好几块，就费一条线好几块。那是锻炼鱼还行，他是干考试。考上了，那几天就知道考上没考上。我这还有算是，你那就要不要了？还能干？对呀。要不干了，或者自己学会就干。嗯，对呀。又不是说饭店的啊，饭店的吃饭的当饭的人多。瘦脱了，成长脸了，你现在圆的。怎么觉得不是？当时刚还是没有。衣裳都衣裳该穿了，今天还是穿。这两天你还有几个呢？也有压力了，这咋还行？前段可好了，就上次你接的那个姐，见到那样最好的状态。那就是那段压力不大，那段反正就觉得往那儿转的，在那边就是压力稍小一点。
那就摸不着头脑了。连接一共啊，对，你讲再讲四天吧，四天啊，不了，他这个剪了多长时间了？你来的时候给他弄弄，给剪头发，这剪头发是，他头发十分钟功夫，洗头就可以了。因为他也不知道人，这个人他反正也好管理，对，我现在不管了，我懒得管，你找都不管你，我就是把他那弄顺了，我就来了，一旦顺了以后，我就说他自己就不对了。上面还是更鲜的，这个都刚，这是都刚做好，刚做完了，上面它这个上面多少人？
给他们摘一下那个咋玩意儿？你不说，因为我的服务比那贵。多少钱？三六千。刮双眼皮儿。嗯。脸上东西还是贵的。我觉得我的是家的修复东西，之前做过，做过光修复两千。那你修复还挺好的呀，孙子。嗯。你这双眼皮儿，它整什么？它能不能修好？能。我亲戚他的双眼皮儿整什么？整双眼皮整啥？你整到那个地方，你还得去吗？他在那个眼角上。眼角上。平时大眼一个大眼，小的什么眼睛？可以修。合上了。可以修。给他拉那个缝儿，长住了，长住了。他把上眼皮、下眼皮也长住了。那对他开眼角什么？啊，对对，开眼角的地方长出来。那个这个内眼角不行，我也开的内眼角，但是是这个外眼角弄不好了，它就长不了。它就是外眼角，它就这儿。嗯，那它可能它没有后续它没处理好，不知道它估计没长过来。哎呀，隔了个月。那个这个外眼角还得多长时间？它整就是全部线以后。清醒了多长时间，扒它一下，它都不容易长住，不容易缩回去。可是我那，我那时候可想弄外眼角来呀，本来这个眼弄的都六千多，我说外眼角给你做个整，给我省下来，我能不能给你切钱吗？不，我也不能吧。这一笔一下就作弊了，他有斑的话，就连做完有化妆还不好看。然后做完了就可以了，脸上皮肤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五官好看。
完之后，嗯，我们开始上药，开始休息。那个烂梅是比较贵的。刚搬到这儿了。那个太炸了，那时候今天还有俩小辫子，还俩小辫儿嘞。那给你加热一下。
呀，你瞧你这聪明的，可是俺考两回，那没法，这七五六，你这是为啥？把他们给挂了。你们考试怎么考？这几级考还是怎么考？考试考完。啊，这几级考试？啊，我还看着这个题。俺以前考试还考数理加减的考试。俺俩都成绩没学过，就一直考这个知道。现在报名多少钱？1900。现在报名。1800好像是个学生，18岁就可以考了呀。嗯。哎呀，这就不厚了，不垫起来这样肯定厚。你说你这样的，嗯。这今天比那个短的还长多了，是不是？我的画还不够面呢。你家属多大的？属狗的是吧？属鸡儿的。属鸡儿，俺比你大一岁。属鸡儿的，他那。那个。还没到18周岁呢，现在不到18周岁，人家不让你报名。那俺比他大一岁。大一岁。属猴的。属猴的。嗯。俺这二女儿，俺这大女儿那时候现在，还有一科，是吧？嗯。人家都是考那个，人家都成绩不都考不过呢？俺这没得钱拿了家，人家都是。人家都给考，别的考家都考了，就你这还没考上来。对，我这我家没希望。不用考。你说你家都会开了，你说无所谓。也前多少年头了，你要俺那个厂子还离那家乡近哈，你得叫我去。我这个人我不热爱开车。我记得我去年来问你，你说你喜欢开、啊？我不喜欢开车，我真没喜欢开。他今年那个想开吗？现在长得想也去了，他说，他爸说，你要是学会开车了，每年扣分儿，说你那个驾照扣分儿用。啊。这叫扣分儿用。嗯，俺那个顾客。也太厉害了，你考大车证吗？考 B 证，女的，考 B 证。我说你又不开车，他说我没跟你做，没有做没用的。我说你做证了好，你也不去开大车，你扛着这干啥？你不是啥？帅的脱了手。今天我又挣1000的短头发。22，你换短了。真是剪了去。这个地方黑呀。剪大了不好瞧。我再大一点。是吗？啊？是不是？对。先摘个帅的。你在家不用吹了，对不吹也不行了。也是的，你看你往后一拔了，你感觉很重了。不是吧？蹭次剪了，之前是这上面长，在上面剪的。这个剪的挺软，我这还翘着呢，翘着我感觉再剪。不是，就是蒙的一下，你觉得那个啥？还没头发剪的少，黑点太轻的话，怕得很。剪发习惯了，开始做，顺着还照顾，顺着还摸着，今天再去剪。
去对吧？嗯，后边看见吗？这个地方其实一点儿没得罪，把这个层次给建上去。现在气的嘛，这嗡的一下就在端了，是上面端了，在地上端了，这是掉的，掉的还是气的。这地方是吧？关键的，它是十二这个地方。嗯，这么晃，灯光照的。